八爪鱼。有嘛，老公上剑吧。能行吗？行啊。那我就给你上了哈。啊。绝对得拉出眼泪来，你要不淌眼泪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你肯定得淌眼泪。快吃，再吃，再一口，再一口，我就知道你吃不了芥末，哇！赶紧吞，赶紧吞，再吞一下就没有了。这我跟你说，吃个小米辣，它解腻嘛，你试试。来，你别坑我了！我坑你了。点个红心，老铁们哈，帮我们点个红心，谢谢大家。